聚焦国际社会针对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财务运作展开的调查行动消息，美国和新加坡分别针对犯罪分子亏空公款、洗黑钱采取行动，两国寻求追讨和充公超过47亿令吉资产。目前总检察署澄清，至今没有证据证明伊马公司遭人亏空公款，但是政府强调愿意全面配合国际调查。这是美国司法部腐败政府国家资产追讨计划以来史上最大数额的充公案。美国司法部星期三证实，犯罪分子亏空伊马公司30亿美元，以复杂的国际洗黑钱和空壳公司网络交易转移资金，购买奢侈品、飞机，支付赌债和投资房地产。因此，司法部入禀民事诉讼，申请充公涉及交易的10亿美元资产。总检察长丹斯里·阿班迪下午发表文告，强调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调查机构掌握确凿证据，证明有人非法挪用伊马公司公款。美国司法部在诉讼中也没有建议以刑事罪提控任何一方。由于法庭文件中出现匿名政府一号官员涉案的字眼，国内外媒体都影射甚至直接点名对方就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总检察长强调，法庭文件中不曾指名道姓提到首相，也没有指控纳吉犯罪。截至目前，美国当局还没有向总检察署寻求合作，但当局愿意全面配合维护法律。另外，首相新闻秘书拿督斯里·东姑沙里福丁发文告强调，我国政府会按照国际惯例全面配合调查，一旦发现涉及犯罪行为，必定依法严惩。东姑沙里福丁也重申，总检察长已经证明伊马公司运作没有犯罪元素，至于警方调查行动还在进行中。另外，新加坡总检察署、警方商业事务局和金融管理局发表联合声明证实，在调查与伊马公司有关的疑似洗黑钱交易和欺诈行为的行动中，充公了2亿4千万新元的资产，当中1亿2千万新元的资产属于我国富商刘特佐和他的直系亲属。